出家乃大丈夫也，能够今世出家，能听闻佛法，能亲近善知识，这是世间非常稀有的事情。出家人要忍人所不能忍的事，要受人所不能受的苦。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呢？佛陀是很伟大的，他曾你师父弟子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。比丘尼僧团拥有2100年的历史。1996年，在我们的比丘僧团推动下，南传比丘尼僧团可以再度复兴崛起，而我们尊敬的已故 Te Sridhamananda Nayaka Mahathera 长老也是在这里做出许多贡献。比丘僧团存在，比丘尼僧团也会存在。我们很感恩已故长老和现在的长老 B. Srisaranakara Nayaka Mahathera 以及 Bante Dr. Dhammapala Mahathera履行比丘长老的责任，全力栽培沙弥尼和支持比丘尼僧团，让虔诚女性可以深入修持佛法。阿拉比哈拉所提供的培训课程，彻底性的学习，从沙弥尼直指比丘尼。我们要勤力的修行，以真的解脱，以延长佛法的生命力。像小孩般，很容易迷路。
所